超级多外国人。那阿姨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董。我现在的地方呢，就是黑人的这个出入口这边。大家通过视频可以发现，这边呢是一个综合执法值班室，然后前面的话是四通八达的，那边也可以走，这边直接向那个主路上。这边的话是有这个警车在把守的，前面那个车呢是特警的车，那前面是一大堆人的。这边呢是黑人包括什么最常来的一个地方，你看这边真的好多警车的，这一条道路上。这边外国人也很多的，这个登峰，你看登峰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。这边呢还有一个警察，知道这是谁不？大家知道这是谁不？这其实不是明星哈，这只是黑人他们里面的拍的这种照片，挺好看的。你看这边挺繁华的，这边外国人非常的多。这边的话哈喽电池，想必这个东西很多期都出现在我的视频里面。这哈喽电动桑拿简直就是这个黑人聚集区的招牌，你只要看到这哈喽电动车就知道小耿在哪里了。看前面呢还是一条街道，前面一拐就是外国人居住的地方，这边一直走，然后往那边拐也是外国人居住的地方。这边这一溜呢全是什么英文店了啊，就是跟外国人服务的一些店铺。今晚上的话这边的人还是非常少的，你看好多这个店铺呢都是关门了，今天都关门了，好多店铺就没有什么人。这边呢是新疆人开的店，新疆正宗羊肉串。你看呢，这边呢还是有好几辆警车，你看它上面全是英文的，全部是英文的。这边外国人很多的，这晚上超级多外国人。那这边就亮堂多了吧，这边很繁华的，他卖什么的这种，这边还是非常繁华的。